我是 MG 航空的甄机长，成功和幸福就是我的人生。直到2017年12月22日，一切都发生了颠覆。这天 MG2333 号航班出事了，而我作为机长还没来得及发现失事的原因，事故机组机场待命，就被一个黑衣面具人杀死。但一切并没有结束，当我醒来时，时间又回到2017年12月22日，我陷入了这一天无限的循环里。事故机组机场待命，我知道我必须要找到那个杀死我的人，我才会有明天。又被杀了，这次我一定不能死。被跳绳勒死，刀捅死，被锤子砸死，将会对各位进行单独。已经被杀了这么多次，这一次我一定能活过凌晨12点。飞机已经返航，目前飞行平稳，我应该能安全降落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尊敬的各位乘客，飞机正在降落，如果一会儿遇到突发情况，请不要惊慌，这将会是你们难忘的一次经历。准备好，抱头，深呼吸，迎接撞击。郑机长，你没事吧？迎接，准备好。落地的时候记得打开扰流板。算了，反正你肯定会忘记的。使用下怎么回事？往右。事故机组及相关人员务必在机场待命，请勿离开机场，明日将会对各位进行单独询问调查，感谢配合。如果最终调查显示此次飞机事故为人为原因，我司将对其追究刑事责任。飞机出事的原因我仍不清楚，或许晚上12点之后出的调查报告会写清楚，但我始终没能活过12点，这真的太悲哀了。这次绝不会被电到了。为了活过12点，我先把面具人之前杀死我的凶器都收起来。六七八，一个人待着还是有些危险，我去找谁呢？我老婆一直欺骗我，她那里不安全。我知道了魏高管受贿，她那里也不安全，更别提何副驾和熊空少了。我还是去找鬼维修待着吧。鬼鬼，来来来，给我喝两杯，来。这种时候你怎么来了？检查报告快出来了吧？对啊，12点之后才能出，能过12点再说吧。我跟你说，摆渡车就是最好的选择了。
我实验过很多次，这个是最好的。你还没开始喝就已经醉了吧？我就知道你不会相信。哎呀，那我跟你说说，我困在12月22号这一天已经很长时间了，每一次都是 MG233号航班失事，每一天晚上又都会被一个黑衣人杀死，然后我尝试过很多办法，但是都成功不了。我就这么每天不断地被杀死，然后每天在不断地醒来。你在写科幻小说吗？人都死了还怎么醒来？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有写小说的天赋啊？对了，我出去一下，你先自己喝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也回去吧。机长，飞机已经返航，目前飞行平稳，我应该能安全降落。我交给你了，别让我失望。看来我是逃不过了。去找鬼维修吧。鬼鬼，来来来来，给我喝两杯。来，这种时候你怎么来了？检查报告快出来了吧？对啊，12点之后才能出，能过12点再说吧。对了，我出去一下，你先自己喝。快点回来啊。鬼，再拿瓶酒。
小珍，帮我拿一个一号螺丝过来。